好的，比赛开始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优酷体育为您带来的2019-20赛季 CBA 职业联赛浙江广厦控股坐镇主场对阵南京同曦寿光的比赛。哎呀，也是由于球队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球，今天广厦开场命中了第一记三分球，来自李京龙孙铭徽的助攻。就是李京龙呢和刘征作为赵彦浩不在期间啊，李京龙一定要，就是对于同曦队来说啊，是需要能够尽可能的再将与13-14的胜场的差距来放假啊，是有没有进入到春节的假期当中。现场呢，我们看现场来的球迷也很多，以及更换也非常的频繁。同时呢，近期呢也有欧洲媒体的消息呢传到，哎，好球，这边孙铭徽转身非常耐心给前面道题呢，是希望代替雅克查理。但是呢，由于同曦队呢在常规赛期间呢已经使用完毕了外援的果断，好球，胡金秋继续打一个立足未稳，这胡金秋继续转，前场三打一，刘征再找胡金秋，好球，但胡金秋打的扣的也很从容很舒服，对手的小外援乔文汉正面有机会，好球，进选择去出手，李京龙令节奏晃开，好球，也就是李京龙，好球，又是乔文汉，好球，依旧是乔文汉，直接被干扰下来，上球很快，乔文汉追身再打，漂亮，好的，得分的时候能够站出来，同曦去打反击，广厦队退防也非常及时，好球，这边以及现在的威尔斯和韦伯斯特，李白润中路抛，好球，还是他的优势，王睿外线，先把孙铭徽换上来，亚布塞莱外线也开，威尔斯控卫机会还是不中，今天威尔斯的篮儿，哦，好球，采取单外援，好球，还漂亮，高位去双人加，昨天一中距离，漂亮，很明显的去碰球出界，韦伯斯特有机会，哎，来了，乔文汉的外线，好球，篮下哈纳迪，哎，底角亚布塞莱，漂亮，又一个失误，现在双方对着标失误啊，这可不行，好球，慢三步的启动，关于腿部的伤势，发力并不是很均匀，这明显感觉退手的时候有些踉跄，好球，威尔斯做休息，还得有更充沛的体能来准备第四节的较量，漂亮，长驱直入，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高，好球，同时要注意进攻时间了，呜，这一球底角又有空位，漂亮，韦伯斯特，开场是各自留小外援在场上，底角李京龙的外线，好球，刘征一个加速坚决杀篮下，刘征再杀篮下，好球，小文汉篮下，威尔斯，广厦再去推反击，孙铭徽篮下，漂亮，复赛的情况，朱俊龙追身打中，兄弟啊，像任俊威、任俊飞，还有赵家人、赵家义，以及之前曾在北京，哎，这边朱俊龙、嘉义、韦伯斯特超远的三分球，漂亮，韦伯斯特还是通过这样的时间啊，来尽可能的去。约瑟夫杨自己来，
步率很快，时间韦伯斯特，这回韦伯斯特也不要什么空位了啊，只要是赵家人强起，这边被封堵下来，布里加好球，迈尔丹篮下打中，双方最后时间打了。好的呢，这边我们也恭喜浙江广厦呢是喜提三连胜，再次捍卫了自己的主场，在主场是战胜了客场作战的南京同学。这世界很酷。